早晨，今日大埔铁路站搭车由去山寮路起步，经林道上纯阳峰、八仙岭、自然交径、六大美督散队。阿丽豪城起步，系啊，我哋去八仙岭，系喎、啊，先登呢个纯阳峰，喺上高高楼照下。而家嚟到山寮路，揾路口上山啦。上啦，好啦，而家开始上山。而家我揾到条林道上山。哎呀，上好易上啊！直接啲啦。系啊，直接上山。直接啫，慢慢。嗱，而家辛苦，先苦后甜。系咪好行呢度？好行。系咯。哇！犀利啊！咁粗嘅树俾你拱冧。边个啊？喺冧树。纯阳缆车。而家我上山嗰度就系纯阳缆车啦。小心啲啊！系。咦，好似嚟开树林咯，可以望到底下嘢咯。系喎，而家可以睇到个观音像咯。系，你高手嚟噶嘛？高手望一望后边高手。好，呢边。观音像嗰只系慈山寺。哇，靓！我听下观音。快到啦！系喎，上到嚟好开扬，见到荃湾淡水湖啦，系嘛，景都靓啊。嗱，跟住就马鞍山啦，下边嗰就系马思洲同埋盐田仔啦。啊，见到观音像啦，真系好嘥钱啊！哇，睇下系咪先？哇，有得咁细个沙滩，嗰个就系龙尾滩啦。上嚟啦，呢度望落去好靓啊！系啊。点啊！继续上山啦！而家我上嚟，大约海拔400米，用航拍望翻我哋纯阳缆车。呢个方向就有啲背光，所以咧就比较黑啲，我哋可以望下风景啊！好啦，翻嚟啦，我哋继续上山啦。啊，喺个纯阳峰打翻只卡先。哇，喺树林捐出嚟啊！咦，呢个只都好斜喎，有咁多碎石。哇，难唔难上啊？蓝蓝啊，阿咩啊 ，Sandy， 哇，啲红叶好靓啊，呢系咩花嚟嘅咧？呢个就红蓝嫩叶。咦，左手边嗰草都好靓喎，不如喺度打张卡先。系咩？露埋个手啊！哇！成山都红叶，好靓。哇！几多红叶啊！好靓啊！啊！啊！有绿色喎。有啲绿色嘅。但系有啲红色喎。哇！你睇下，望翻落山脊，几多红叶？啊！哇！成个纯阳山都系啊！我哋到顶啦！太靓啦，红叶啊！哇！依边又红又绿，到纯阳峰啦！终于登上纯阳
顺阳峰高590米，顺阳峰打卡位，打翻张卡先。而家喺顺阳峰望翻落去睇下丁角路海岸线，左手边就系八仙岭。而家我谂八仙岭最高嘅峰就系顺阳峰，做一个号码。呢度就上顺阳峰的楼梯，我哋一起同佢打个招呼啦。由顺阳峰再过去咧，就系利碧山。沿楼梯落去下边嗰个就系钟离峰。呢条路系唔经钟离峰嘅顶嘅。哇，下面是不是很漂亮啊？是啊，哇，春天都很多红叶啊，红红绿绿，好漂亮啊。哇，好漂亮啊，红叶后面到了中离峰在这里的，在山腰啊。是啊，为什么啊？牛位可能没路上啊。哇，你看花红叶衬得多漂亮，好了，现在我继续过去果老峰了。落完一个峰，现在要上第二个峰。果老峰了，好，又到了。是啊，张果老啊，你真聪明啊。张果老，你拍照啦，这么聪明。好。现在果老峰望回去海边。妈妈挺好玩啊，这里又平又靓。在这里可以看到海水和淡水是不同色的。哇，好漂亮，在这里打张卡先行啦，再来一张。呀，又到哪里啊？哦，拐你风，拐你。咦，接拐你的胜利啊。是啊，打完卡好靓啊，通山都红啊。系啊。OK。而家跟住上去重构峰啦。系啊，新色好多啊。重构峰高508米。系咯嗱，但系都去到咁高咯喎。喂，依个咩峰啊？彩和峰。哇，系喎，快咯喎。快啦，快啦。系啦，彩和峰到啦。489彩和峰。又影翻幅相先啊？系啊。企定。到此一游，打下先彩和峰。系咯，哇，咁高。唉，到啦。依个咩峰啊？望山寺。最富啦。同埋仲有一个观景台，行埋对面先，呢峰就行完八个峰啦。哇！睇下沿途啲红叶几靓。最后一个，仙姑峰，仙姑峰511。现在我用航拍环绕仙姑峰一周。环绕一周，跟着飞回来了。后面就是马骝岩，非常陡峭，你看是不是？好啦，我离开仙姑峰开始落山啦。
而家我沿住韦奕迅经第十片落山。好，到啦，呢边落喎。跟住转去八仙岭自然教育径。跟住落到嚟春风亭观景台。风亭咯，到达啦，系啊，近少少，好靓啊呢度都。系啊，差唔多到啦，辛唔辛苦今日？辛苦，好玩啊！好玩啊！我第一次行晒咋，系咯，行过啊，先啊，系咯，哇，升仙啊你，好远啦。翻落丁角路搭车走，今日嘅行程难度系属于三星，全程系6.34公里，大约用咗5个钟头完成。今日上到最高海拔588米，多谢收睇，欢迎订阅，再见。